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是说起跨境独立站，我们一般想到的会是 Shopify、Magento 和 OpenCart。 相对于后两个技术流的建站工具，如果我们没有技术的话，一般会选择傻瓜式的建站工具 Shopify。 下面我们说说一个独立站团队的基本配置。一、一个熟悉假发知识的独立站运营负责店铺的创建、框架的调整等工作。二、一个熟悉产品或学习能力强的 FB 谷歌投放。三、至少需要一个 YouTube 网红投手，去做网红营销和广告素材的获取。四、需要一个熟悉假发并且有广告思维的美工，或者能理解广告创意的美工。五、合适的店铺模板。基本预算配置以 FB 广告为例。一、注册 Facebook 账户，申请是商业主页，进行7天的养号，开通 BM 广告账户。二、当 BM 和网站都搭建好后，就可以进行测试了。由于新店的权重地，前期以测试为主，去测试网站、产品落地页等的不足，然后进行优化。三、前一个月的测试以主页赞、流量落地页为主，花费大概在$2000，也可以同时去做主页赞、加购发起结账购买，这样预算会比较大，效果可能会不明显，预算在$2000至$3000。四、经过测试，优化完善网站的不足，测试出加购最多的产品进行分析，做重点投放。五、前3个月的预算大概$6000至$10000。一个新店做起来需要团队的精诚合作，比如 FB 加谷歌加 YouTube 加 SEO 适合做品牌站的时候用。最基本的配置是 FB 谷歌加 YouTube。 一个加发展做起来一般需要3至6个月的时间，因此准备做独立站的小伙伴们要综合考虑下再去做。我要上头条 Facebook Shopify。